面镜子，彩盘有塑胶膜包覆着，色夹彩、腮红、修容以及打亮，一次拥有。用天然绿色矿物成分，能矫正肌肤泛红问题，具有柔化毛孔的效果。肌肤泛红问题我倒是没有。零碳保湿成分，清爽不黏腻，有柔化毛孔的效果。妆前乳闻起来有淡淡香味，一整天清爽不黏腻。眉粉和眉笔搭配使用，我喜欢眉形锐利的妆感。从眼头刷到三分之二的地方，在眼尾三分之一的地方，刷在双眼皮的地方，选择喜欢的腮红颜色，腮红打在微笑肌的地方，我会用手指沾粉点上去，再用刷子刷淡，用手指沾粉点上去，可以避免粉下手过重的情形。颧骨较突出者，由发际线往颧骨方向刷，主要为消去颧骨外侧所突出的面。再来是刷在腮帮骨的线上，面不用刷，刷在面上看起来会脏脏的。唇釉涂两层，颜色会比较饱和。阳光风情修容假彩盘，皮肤白皙的女生会比较显色，如果是和我一样不怎么白的女生就很普通。
而言还不错，看起来高贵不贵，推荐给学生和喜欢日常妆容的你。今天的影片希望大家会喜欢，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下期见哦。